五月天昨22日晚间于香港举办第五场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。先前阿信、怪兽、玛莎及石头趁空档与喜剧天王周星驰碰面，几人相谈甚欢的情况下，周星驰更在 IG 正式宣布与五月天正式合组限定团六月天。除了宣布限定团喜讯，网友更发现星爷在百万 IG 敲作一举动，让网友嗨翻，直呼阿信直接爽死。可以看见周星驰原本 IG 只有追踪李小龙家人为其创设的账号，没想到几人相见后，周星驰居然也追踪了阿信，让网友直呼在星爷心目中阿信地位飙升。晚安，四年不见，好好好想见到你，小伙朋友大家晚安，好久不见，今晚看到相同的你们，谢谢，同样的声音，同样的掌声，同样的笑容，我现在看得到你们了。这一次回来呢，最想念的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声音，所以呢，今天可以让你们现场20,000人的声音，在整个维多利亚港，让全香港都听到五月天的声音，好吗？香港晚安！非常感谢，就是这么多朋友在这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好久没有见到大家，然后再回到香港。还可以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块，东海怪兽，好灵啊！哎呀，好灵啊！真的是太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。刚刚就是一开始上台的时候，然后一踏上台，然后听到大家的欢呼声，其实有想到就是好久好久以前第一次来香港演出的时候，大家接待五月天的那种热情，这样子。